一跟上面就不一样了，上面这个穗有拉开的样子哦，这笔画拉得很长。那一就觉得哎，凝结撇也不伸出去，马上写点，只有这个点稍高了一点啊。那撇过来刷撇，哎，不伸出去，赶快收回来哦。所以这个字基本上是比较偏收敛，那我们要写成收敛的样子。所以前面的这个撇，哎，不出风回来，准备写这里哦。这个是马上回来不出风，只有这个点略高，带过来折过来。然后这里是刷过来，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收敛的笔画，虽然挑上去、折回来、出去，但是马上进来，哦，不要让它送出去，哈。好，一。